目前小伙伴的呼声呢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这已经彰显了神灵的主导力呀。想想呢就觉得着实有点，哎呀，咽口气，有点怕怕呀。再想想人家名字下面不就有许可吗，那就代表着想干嘛就干嘛。刚开始啊，看着那么多人在骂他，我也想骂呀，但是想想人家许可欣啊，靠着爸妈的钱和人脉凭学兼优去留学，我跟他比较这差距也忒大了点吧。再想想那啥那啥，很多有小伙伴啊私底下告诉我啊，深不可测呀，你得小心点啊。哎呦妈呀，我好怕怕呀，胆小如鼠的我，那万一真的站错了队跑打卡小伙伴们那边，这冤枉了人家许大小姐，这许大小姐随便指使一个那个小喽喽就不把俺给就地正法了吗，是不是啊。哎呦怕呀怕呀，所以呢不要说人家许大小姐的坏话啦，我得昧着良心呢讲点真话。小伙伴们你们都散了吧散了吧，我家许可欣呢是隐藏很深的大好人，其实呢昨天人家许大小姐托梦给我了，告诉我他许大小姐的良苦用心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都错怪他了。许大小姐的苦衷呢告诉我主要有三点，那就听我呢一一道来。第一啊，人家许大小姐呢她呢是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要爱国不要崇洋媚外，你脚下的土地呢便是你的中国，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他呢从小在许州读书，长大呢又拿着国家经费出国留学，这个呢就可以保证人家许大小姐她不是个傻子，哪个国外会收傻子过去呢，是不是。她当然知道自己那啥那啥的言论和傻叉的行为啊必定会导致举国上下的唾骂，之所以伤害咱们的感情发表那啥是贱骨头的言论，完全是受他小时候的影响。那时候呢很多人都移民，家人呢也告诉他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去公费美利坚去享受上层社会的美好生活。可是呢聪明的他长大后发现，以前总被他欺负的小伙伴呢都能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自己平淡的小日子，而自己呢却只能在移民后变成美利坚永久的二等公民。凭什么啊，他不服啊，可父母命又难抗啊，只好牺牲自己告诫那些不知满足的高端人士的子女，屎不好吃我出口就是粪，你们难道想变成跟我一样的废人吗？更重要的是要爱国不要忘本，否则下场就会跟我一样的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由此来看呢，许可欣呢乃真汉子大格局哦。第二呢，父母不老实他要大义灭亲，将父母呢交给国家调查。嘘，小心点啊。他呢从小就被老师教育要做螺丝钉要诚实，可当他偶然间发现呢自己的父母不那么诚实有问题的，他心中诚实的种子呢就开始迅速的萌芽生根。年龄越大责任越大，他越不能接受父母的行为，尤其是父母还用不正当的手段让其出国成为了二等公民，这简直是爱的绑架。他忍无可忍，心中暗想，自古忠孝无两全，有志请从可心使。于是呢他故意对外称，我走到今天，一靠父母的钱和人脉，二靠许州的平台和资源。吃瓜群众呢都误以为他在炫耀自己的家境优越，其实呢他是在间接的举报自己的父母啊，大义灭亲哦。嘘，小点声，别让那啥那啥听见呢，通风报信哦。第三呢，他把自己当成反面教材，告诫中国的父母啊，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
常言道，三观不正，寸步难行。别看他现在蹦的花啊，其实呢，人家有一个悲惨的童年，这样的经历呢，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的创伤啊。可是说呢，直接导致他内心呢，已经极度的变态。可是呢，又没有人跟他交流，又不敢找心理医生医治，只好享受着丰厚的物质生活，浪费着咱们宝贵的资源，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的坚强的活着呀。被咱们唾骂觉醒以后呢，他狠下决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也要坚强一次，要用自己做反面教材，咱不做国家的螺丝钉，要做就做国家教育事业的一块砖儿，要如此狠心的对待自己。哎呦我的妈呀，天见由灵啊，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成全他了，只有将他铭刻在国人心中的耻辱柱上，这样才对得起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呐！哎呦妈呀，都洗白洗清楚洗干净了吗？所以呢，小伙伴们呢，都歇歇歇歇吧，打卡多累呀，是吧？好了，我的转告呢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哈哈。